风台过啊，文旦行被来吹落来，这文旦已经全部清理完毕。像我顶所挂掉的，就是来冻过掉这回凯米风台胜利者，这回风台员工风加大，雨量阁真多，真侪地势较近文旦行出现了这水淹水情形，好加灾水退了真紧，并无对文旦造成外大伤害。小看尔啦，嘿啦，路口还好啦，诶。算讲吼，咱遮排水排了有好势，嘿，咱遮算地嘛较悬，地势嘛较悬。虽然是黏土，但是咱的地势有保持这个排水的畅通，嘿。在南龙街的场长罗振中风台过后，就小到各地关心着农民，对着文旦来冻过着这回风台表示安慰。因为这回风台安尼啊严重，啊，满到这只咱这附近嘛有淹水的状况啦，啊，想讲来过来关心一下咱的国农吼，啊，看目前的状况。啊，但是伫咱这郭先生的乡区吼，咱看到讲，这土卡吼真清气性，而且嘛拢处理了真好。啊，路过真凶虽然有啦，但是无真严重。啊，我相信今年的品质吼，甲往年应该拢维持甲往年的水准啦。今年山三档起了文旦王的桂丽春梅，甲伊红色桂玉花的文旦含。这回风台虽然有力过，不过整体产量是袂受影响。嘛，因讲高雄的地势较悬，说讲有积水，但是水退了真紧。文旦树无浸着水，文旦品质是真好。虽然有过今年减产一成，但是甲正常年的产量其实是差不多。无差无差，因为吼，迄落落果落来吼，咱就是拢算淘汰果啦。哦，啊好诶，原材拢伫树仔顶啦。嗯，嘿，啊真好诶，品质拢同款，含往年同款拢保持甲足赞诶，嘿，拢高品质诶。伊冻过着即回的风台，过玉辉甲桂丽春梅文旦恒，目前是吉时累累，伊嘛如期将伫8月17、18两天举办采购活动，民众会当透过面册来报名。蓝天新闻台谢满道采访报道。